胡扯，就你。好啊，走吧。虽然现在什么都没有，但是以后都会有的。命不是财神，到时都不得决定。那不要羡慕了，以后都会给你买的啦。我们算不算相拥，可容梦初醒般的两手空空，心也空。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，是否看过同样风景。宝宝素颜也这么好看，现在嘴这么甜，等我老了肯定不喜欢我。怎么会，你不会老的，我也会永远爱你。没了，像你这么不小心啊。我吹过你吹过的晚风，今天日都不回来，你当天爱不爱我了？因为我想啊，领导让我应酬，我有什么办法？压力这么大，你就不能理解我一下吗？现在除了花钱什么都不会。是分手分就分，反正没什么意思。不遗憾。最后在这座位时空终成空。你能给他一个好的未来吗？他已经为你耽误七年了。空气里弥漫着心痛，可我们最后在这座位时空终成空，成空。今天日都不回来，你当天爱不爱我了？啊！30块钱就这样没了。你怎么不小心啊？我还没见过你穿过婚纱的样子，你也没见过我到了还爱你的样子。你真要追李过呢，还特意为他选高数课，自主流还先得日，就得照机会。可是你是计算那个不合格啊。学长，那个这道题怎么做，你能教教我吗？我看看。那好了。怎么了？不对吗？没有。哎，那个，谢谢你教我做题，我请你吃饭吧。好啊。不过您脸怎么这么红？换季，有点敏感。美女，你们点的12寸披萨没了，可以给你们换成2个6寸的吗？等一下，根据圆的面积公式，12寸的披萨半径为6，面积是36块；6寸的披萨半径为3，面积是9块，所以你要给我上4个6寸的披萨才对。披萨，礼物哪来这样的好处啊？你烦死了。不过你六一儿童节为什么要送他礼物啊？你二级网络啊？你看现在。我这一次终究开始来，还在生气呢。这是男生送的，真的。还有这个。送我电池是什么意思啊？可能是你是个变态炮吧。这个建议不是那么难理解，但它对于我们理解整个高等世界的意义非常重要。最后一排睡觉那个同学，你来回答一下。来，你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。老师，那个我是啊，老师。他是来跟他男朋友的，谁是他男朋友？赶紧出来认识一下。是我。那好了。好。这个温诺娜特护霜礼盒主打的就是即刻舒缓敏感，长期修护维稳，适合脸蛋有点小鼻涕的时候用。是哪个女生让你这个木头开窍的呀？Yeah.